我爱闽南语，精彩配精彩。这种版本你忘得我怕爱你了没有？我爱闽南语。今晚大家也爱听外国啊，因为外国会笑，笑，这个叫笑，真无梗，梗，你今天设计过笑，哎，配乐，耶！爱讲爱说爱秀丽，我爱南厝闽南语，想听想看想参与南厝节目，欢迎你。欢迎大家收看，我爱闽南语。卢斌啊，你看我经常伫节目来讲，一直学了都说哇，卢斌相当的有文化。我咧跟他交往，买怎样才能做一个也有文化的人呢？嗯，听好些啊、哦，应该是随时都放引经据典，出口成章。哎、欸，那位，我知了，犀利犀利讲，也有文化了，听。是啊，其实咯，你讲的是说运用这个成语，咱闽南语当中哦，也有真侪种成语。你若是放掌握并熟练的运用哦，你也显得非常有闽南文化了。哦，安尼。咱今日就是要学这个相当有闽南文化、闽南成语哦，是。嗯，巧。诶，他巧是蛮好，现在当学了啊。那但是咱两个人要学了吼，咱是要请一个老朋友最顶来学一个。我抄出来看卖了。抄出来看卖了。好，有请咱今日嘉宾的朋友。有请。哇，来就来了，多收来，讲白些，讲白些。史上最有情调的入场，你看，跳江，跳江，哇，我多里面了，啊，看看，我去外块，神将将我上到你。今天开始，伊啊，今仔交无交通车，多得伊来是。这踮伊的顶卡在看节目。哇，来，赶紧介绍一下哈。哦，有做观众朋友介绍一下。有咩啦？今仔哦来的这跩货，唔是家一个人诶。搁倒一个，搁倒一个，出来无？因个啦是一个团队的呀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团队哦，是啥团队啊？我叫做星星盖饭，是咱平时伫餐馆点的迄个盖饭，食饭的盖饭。乐队的理念是叫做 Singing Get Fine， 英语的意思就是咱唱歌王。制造一种快乐的啊，制造 happy 的感觉 ，get fine 是吗？耶，好痛啊！不但是表达感情，主要是表达快乐的感觉。是，这个就是咱小黄的这个音乐的力量。小黄，你给介绍一下咱团队就在喜欢哈。啊，这个拿抽奖的这个箱啊，是这咱国秋思彤美女哎。啊，就是我是思彤，大家好。思彤也水哦。介绍你叫母星星了是。讲好，子彤介绍谁吧？啊，我是金毛手啊，昨日我欠坑咧衫去洗洗了，较水只。脱水咯，脱水。我咱今日是着几个人搬来咯，我咱家己擦来嘛。我只钢琴无小心洗的。啊，无，你阿无说你名咧？啊，我叫做小胖。小胖，小胖，小胖。小胖啊，这位是咱的老朋友了哈。你改一下。我是过来休来休去的小休，啊不，小晃俩。可是你这个乐队在咱最近的一个比赛中得了不错的成绩哦。一般一般啊，就里面第三的。哦，来到里面第三是。是啥比赛啊？我是参加就是泉州里特沙特一特有中部的一个就是叫做七重和声音。哦，七重和声和声音。对你思念卡车，你个别个别离开，付出情到处。好厉害了，简单了哦，所以你作为第三名，我就可以者。嗯，我爱闽南歌，你话唱过来来一点点，你可以不，你可以不动手。但是一定要动口。一般来说，改编的歌叫两种版本啊，一种是较严肃的，所以第一个版本严肃的就叫做。我爱闽南语。我爱我爱我爱闽南语。哎呦！耶耶耶！而且，咱阿表演了，咱光阴请你坐。刘斌啊，你看咱这好心的小伙伴哦，大家坐坐了咯，算了去哩。算了，后咱要请的是。就是咱的专家老师咯，咱今日请到这个老师呢，是大家非常熟悉、非常喜欢，咱华侨大学王建锡教授。王建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咱所有人去坐好些了吼，那就马上进入咱今日的主题，先看一句俗语。醉了，同麦。嗯，哇。我爱吃爱物件。米你最爱。吃碗粿，我主要说碗粿啦。他只会一个碗粿。哎，你是泉州人？漳州。漳州人。可以，应该差不多三三。小芳，你敢得？有法吃碗粿，无法吃甜粿。嗯，然后听到他顺，他顺的嘛哈，红线的，这发音标准卡，标准卡哦，标准答案，标准。所以说咱嘞，闽南语这边的提高，咱听到模仿说的啊，唔对，但是感觉顺淡薄啦。那这句话有啥物意思未？这个发咱理解是发财咯，有发财你就找一个甜粿来别人吃咯，啊，若无发财就该找一个甜粿该生生。伊的意思是。贪污嘞！贪污的就吃碗粿了，贪下不会就吃甜粿。什么？我太爱讲。有淡薄与时俱进，因为咱这说的发吼，咱就经常计想到发财。嗯啊，哎，小胖你。我爱理解，嗯，我爱理解太中规中矩了。冇紧，那个讲了不？就是迄米粉有发起来，我就吃碗粿啊。嗯。无发起来，就放做甜粿嘛。哦，嗯，而且我看是你的解释是无我落去再懂袂掉。小胖的解释比较较靠滚。哦，因为这个有法无法，这个法实际上有两层意思的。嗯，这个法是指咱那个果干发酵的意思。哦，发酵。哎，发酵，今晚大家也爱吃碗粿啊，因碗粿会臭。嗯，咱吃了会憋气。吸的。哎，安尼憋气人变做吸肥。臭。哎，就叫做臭。那碗粿有臭啊，无臭？哎，过年过节，我讲啦，笑心情是真好。得咧笑。但是咱一年可能会感觉带来野多福气咯。那无法要怎么办？无法你找我讲袂笑啊。嗯。袂笑，咱就感觉就是失败。失败了。所以要找丁哥。就要去找丁哥。丁哥免笑。咱知影说咱闽南的野多俗语吼。嗯。哎，里面的意思咱可以知影，但是往往给有明显的意思咧。咱这里法律哦，伊也够另外一个意思，有办法啦，无办法的意思。啊。有法无法的。哎，所以你有法啦，无法，有法就是有办法。哦，哎，那有办法，咱就是去做咱有法能做的代志。啊，那无办法，真正无办法，咱还佫想另外出路。嗯，所以这个也有第二点的意思。嗯，就是，哎，办法唔是单单一条咧。嗯，哎，这条若无出路，咱佫找另外一条咧。是。哎，路边人看，咱今仔唔是要学这个闽南的俗语，但是咱要学这个俗语来教，佮无俗语啊？嗯，你看卖下这个俗语来教，就有啥物，无啥物这种故乡。哎，咱今仔日就是要学习有啥物无啥物的，叫闽南的俗语、成语。有啥物无啥物无啥物。那这句俗语有啥物特点啊？有啥呢？嗯，你这个就是有甲无的一种对比。哦，哎，头前有啥物，但是有天，嗯，无日头。哦，哎，头前有天后壁无日头，哎，这个也算。哦，哎，啊，经常咱是由西里组成。有算无讲，有算无讲啊！就说咱平时咧食火锅，啊，这碟唔是就用蒜头咯，有蒜。但是咱咧落在火锅了，无落公园台食。救星丸好准备者哦。救星丸，我加神啦。更是这种表示钱的意思。哎，唔计算，唔计无钱。哎，冲得走啥？冲派个，冲派个，这个冲多就走啥？哈？你阿无？听说咱妈昨暗暝去跳迄个广场舞，那比赛表输赢？消息无假哦，而且哦，不是一般比赛，是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及中信银行泉州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电视大赛，规模大，规格高，真侪人过去来参加哦。安尼哦，就是说，那是去参加比赛。就通上电视，阁有机会通得奖、摕奖品哦。无呾，大奖哦是电动车，而且是一人一只哦，赶紧报名，机会难得，错过会害哦。幸福 style 中信银行幸福联华卡公益舞台赛钻石舞动，只要你满四十九岁，只要你热爱舞蹈，就可以报名参加。报名地即日起到2014年1月17号，报名地点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国饭店，报名热线2214-8866-2899-8300，即份回馈优先服务保险赠送免费理财课程，专家预约黄金，记住中信银行幸福联华卡。
讲前你暂时在收看的是我爱闽南语，今日咱发现呢，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有啥物无啥物古色的这个闽南的成语。嗯，无错。咱所来虽然看大屏幕，看几个有关于这种类型的成语。看了也好读过哦，再来看麦。咦？咦？啊啊！咱开始。好，举手，举手。来，亮子。有肉无醋。啊。来来，解释者，解释者。就是有肉的味。无醋，有肉的所在无醋。啊，有肉的所在无醋。收肉醋给跳跳人上。是啊，不要收肉给跳醋。好，来小话。我感觉就是这个人有本事的，有门路，嗯、但是伊无一个心，无一个安定的所在，伊感觉小无，伊感觉是孤独、嗯。成功男人的一种悲哀的。啊，是这样子。有肉，但是无醋。啊王先生，你话讲，我讲清楚的感受对无？我感觉小黄哦，经常将咱种现代意识哦，拖来咱的这个闽南成语嘞。所以我今日挂叫三日无水头的。所以经常会拖咱打水启发。王先生，那这句的引申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，这句的主要的意思是讲是，有路就是规日伫路咧咧走咯，啊无处就袂晓挖倒来迄处咯。哦，所以伊的真正的意思，经常是伫咧形容有一间人，就规日是四鬼爬爬走，不务正业，无条件，无条处，伊是指不务正业，所以有路无处是贬义的形容。小黄，你理解太深刻了，太现代，先时代闽南，而且你看第二，看第二的，就头咪。那咱那小胖小胖滚啊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讲者讲者，较袂无讲我。头盔可能会较难。嗯，太难。你做老头有没有？无胜无冠是。无胜无冠。啊？小胖无胜无冠。无胜无冠啊！就说咱平时咧食火锅，啊，这碟唔是就用生头咯，有胜。但是咱咧落在火锅了，无落公园排食。喝酒了唔着，可以烧酒哇！这真爽。救星丸我准备着哦。救星丹，我加十啦。生头无公义。我认真讲着啦，就是可能一个人哦，较斤斤计较，我理解是毋是较爱计算、较爱算计咯。但是伊无一个连贯的思维，就是较无长远的这目目目根。你就认为说这里？你说是冠，是这个无连贯的意思是不是？啊，是无连贯，应该是这意思。嗯，来来来，那小妹妹一脸疑问。我小米哥唔知。然后给王倩改小嘴吧，王倩。这个成语的读法应该是无声无更，更更更，哎，无声无更，胜是怕胜，更，咱王哥也有一句话叫做紧更。哦，我唔知恁捌听到种。有的人也爱钱，爱啊个，那像个写了面。所以咱本地有一句话叫做“鬼面个钱更混”呢。钱更钱更是啥物啊？钱更是咧撑串那个铜板，将个钱也敢撑起来，是哇？撑做鬼鬼官，所以实际上是一条衰衰条的满数。哎，无声无更，就这个意思，就剩就是有伫过下来面。嗯，更，那从里面顶实际上是表示钱的意思。有计算，不过无钱。哦，超出预算。啊，超出预算啊！就说无声无更，你说那边本来准备开五百块，啊，无声无更，实际上唔拿开五百块，哎，无更就是超出咱的计划。哦，超出计划。你讲。所以咱这个节目请两个很优秀的主持人，真的是无声无更。哎，你今天是过小年。哎，配乐。耶！听到等人欢喜哦。给他打波，给他打波。来，刷了第三，第四怎么样？有咧无等去。哦，有咧无等。有几落咧无通食啊？哦，就是无，大家无通食。有咧无。小学妹，说呗。我今仔就是来学闽南语，闽南语。语咧。哎，你很正经个台面，我爱闽南语。我爱闽南语。我爱闽南语啊！听了你袂语，漳州人哦，闽，要泉州话。